半夜吧，那个是因为工地秀的时候。中午合唱应该就是秀星姐吧，要不然就是要问罗姐。然后你不是会自己会绑绑绑？对啊，来你自己绑。我宝贝，不要再绑了。你厉害一点。看到啥？看到。爸爸，你看这是新的吹吹鱼，你要不要看一眼？有啊，我看到了。顶多加。你饭要放这边了。放你来顶多加。还有那个海鲜，哎，不会，对，我要帮忙抓完这个时间上啊，时间可以煮吧？他蹭没蹭走？啊？还有锅，还有那个锅的锅架放哪里？放那里啊，我帮你准备这些。好，姐姐只要放盘子。好啊。这个放在，这你带来的吗？什么啊？妈妈新买的。没有带碗，我没看过这个碗，是吧？没有眼睛看不到。你好像拿个手，对对对。好，要开始啊！四十斤买菜，照开号码四十斤。你不要推，你不要动，那个等一下我们推。你看得到那边，看到你正在看那个那台，你看得到有没有看到？看到，现在才看得到你，有没有看到？你手动一下看看，有没有看到？对呀，就在那里呀，坐这里就好，你坐这边啦。我看我的牙齿，也看不到，你太近了，那个太低了啊。没有了，你只要张开嘴巴笑就看得到了。对呀、啊，来看牙齿，来看你的牙齿，对，看这台，看这台，这个。对呀、啊，都发了发币哦。对呀、啊，你可以想玩了。
那个新的脆脆鱼很好吃，很好吃哦。然后送凤梨。起来。卢千羽，你不要一直这样大叫啦。太嗨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很嗨呀、啊。阿妈，我不是有我自己的碗吗？那是两边啊，对啊，两边的。哎，那你帮我加酱。阿妈，我坐哪里？你坐这边呐、啊。哪边？坐这边呐、啊，坐这边才看得到你啊，坐这里啊，对呀、啊。一样啊，跟上次一样、啊。以前一样，这样子坐，坐在中间啊。你坐爸爸跟妈妈中间。对啊，坐在中间啊。我用动这样想够不够？爷爷不会动手。我可以这样。哦，阿妹，我看回了吧。刚刚那边太多装不下了。瓦萨比。瓦萨比。瓦萨比是蛮快啊。告诉你，你唔得食这，你说你瓦萨比个国家，你要省钱。你老爸常在吃。你压到盘子了。你要压到都不小心。对啊。太多，会不会挤太多？没有，那个。啊，就 wasabi 啊，你刚不是讲出来了？都念出来 wasabi 的绿色就是 wasabi 知道吗？芥末。就是你在叫。那个饭表面硬硬的是正常的。你不要压桌子。对，就跟你讲，不要压。你坐好，坐好，坐在这边一样看得到。这样子会，来坐。你们知道这点，这样子懂吗？我不要看。对啊，好。不要动，你们左右。现在我得照，我得画这，我得照，还崩门口这个生意，吃下去你。不是你每年过年都在尖叫。哎呀，那还能跟他这喜宴呢？过年这你还爽哟。哎呀，我不是吃豆腐。对啊。啊。酱油够吗？酱油可能要再多一点。不是要够多的呀。酱会太辣。觉得够哎，不会太辣。不会，我刚从那边倒过去，那只有四个。这个应该是酱油多，然后沙比大概是这个的四分之一而已。全家整坨下去有点多。对啊，没有，等一下不要全部搅了。是啊，太多了。就已经加太多，就不要搅了。对啊。那就阿改我起来呀，你要是你要搞我起来呀。哦，好啊。拿汤匙挖一点起来。哎，惯性的。就放这两个啦，我这两个啦，我这两个啦。如果后来做房子，我这两个。卢迅，你去拿一个碗。这个比较多。这个碎，快点，我这两个。我这两个。分成两。这样够了，这样够了。这样不要吃了，我们这个最简单的，这样慢慢这样过就对了，大家要换这样过就对了。有听到不？对啊，因为他负责瓦萨比很多。阿妈，我没有翻版。那有的应该是。你没有翻版，叫小虎团队啊。小猪。这是海鲜煎饼的。你看我已经有了。你看一二三四五六。去上去玩。没有的，这边已经有了，这边已经有了。这碗给他就好。哦，我给这个给他就好。好了，这里。不用，就这样，倒不下来。
他黏住了，好像史莱姆。对，死累了，史莱姆，不要压，他不要压，他不要压啦，他不要压，你知道为什么不要压吗？那你太硬，你有办法啊？太硬了，我是有装的。你走你会怎样？他大嫂不要吃这样，这样大嫂，而且你自己姐姐，我姐姐好不好？姐姐姐姐好不好？妈妈都可以弄肉。你这么多东西，你还弄肉松？你要洗手啊？这个好像不用吧、啊？有一个应该是那个春卷的酱，还吃煎饼，煎饼酱。那爸爸坐哪里？爸爸坐这里。你要那个浇那个卤肉汤哦，对不？不要，卤肉汤会倒掉，你两个煎嘛，不这样很干的。啊，喂，给我。我都洗过手了。这也是红红冒的而已。这个是去世嘛？饮水煎饼酱，那不用啊，所以那个不用讲，那已经。会烫哦啊！你要喝要先。用汤匙一小口喝，不是整个拿来喝哦，对吧？用小口喝。这个是沾那个，好，沾那个春卷。好。电力虽然刚刚放进去，但是要储备电力。还是没拉啦？你怎么不拉呢？阿妈。拉了，拉了，拉了人家。啊。昨天了，昨天。啊，无你买饮料。啊，你不是要我请我去啊？我也要喝，我也要。好，你要喝什么来看啊？起来呀，都唔是拉落，拉落就是爱吃，奶茶你不要，就是九成汁。你要什么？哇！倒一倒去啦。来来。你要喝什么？你要喝什么？你的杯子。先喝我，我再喝。应该是吧？先喝我再喝呢。就这样。啊，这娇娇的呀，我搞我一挂起来了啦。咸啊贵，咸啊萝卜油。我没有看你。先喝这样就好了，不能喝太多，那少了呀，咳嗽了呀。什么？来，有喝就好了，不能只喝那个，要吃饭比较重要。一走一点掉了。来，可以这个，不是要沾这个吗？你要沙士吗？我都可以，直接拿下，我帮你拍一张。我帮你拍一张。周一，来。那我这个浓的东西吗？好好好。是什么动作？那是暴龙。爷爷，那是暴龙。暴龙是这样。这样是龙哦。那是龙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很浓。那是牛。哎，我们两队马龙也香。暴龙是这样，我拍到你哦。暴龙是这样。哎，妈妈，你要喝那个柳橙汁。没，我眼镜哎。在我这边，等一下，你可以再一次。爸爸，你那里。在你家喝酒，等一下再喝喝酒。那就这样子嘛，可以可以。让他拍照，没关系嘛。要不要换场？好，可以。要换天台冲冲。对啊，换。现在有别的节目吗？要别的。来，你到广播天台冲冲。我不行了，就行了，你不行。上礼拜不想拍了，然后吃了。好了，赶快来吃。好了，可以的，可以吃了。多二遍，多二遍，多二遍，是你的，他的手，我们两个的。好，来开始吃了啦。他想开别的。要不要弄这个卤肉汤？不要，不要，那你赶快吃。啊，我这边配啥？啊，鸡肉你加。每天都有鸡肉。对呀，当然啦。你记不记得？哎，你是不是吃脆脆那我这样？全家福。你是不是吃脆脆那我这样？你是要跟我们介绍？是要跟我们介绍。好吃。小心啊，毛弄都不要，不要自由，那你搞会弄得。好，那这个放这边了。好。阿姨，你家己嘛是，我这样弄得了。
爸爸，你试试看自己的。赶快，你过来，你过来煮虾吗？好好好，赶快吃。单独一。黄一流。黄一流。哦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不要用尖叫，你好好讲话，好吧？说阿公阿妈新年快乐。阿公阿妈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好，快动快动，快动快动。慢慢一点，确实马铃薯。好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叫呢？这不叫呢？不要搅太多，会太辣。我已经拿起来了啊！我熬偌济起来嘞。我觉得冰啊，没有，干杯吗？干杯啊，干杯，这边啊，这也是干杯。吃看看，那我们都会冰啊。爸爸，对啊，他其实不一样的啊，我吃脆脆的鱼，怕有腥味。哎，臭臭的，臭臭的鱼好吃。老酱先来，谢谢你的推荐。妈妈有吃吗？老酱是我的。吃好吃，回家。你说的。没有很简单，快点先推荐。千万不要说不不不，他说学校也有吃这个，他们学校对啊，学校也有啊，我们学校也有啊。啊，这个是沾春卷的酱。我们先，我们先来，我们学校都是吃这种的。学校一点的酱，这块冷的我吃。你们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们先走，来，就位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刚刚那个，对了，放在上面掉下来，看看放在哪里。你看人家背一样，是聪明啊，或者是思维啊，或者是行为啊，难道要教？每年除夕隔天都是春鸡蛋，你不知道？对，但是你让我有例句，好不好？你先把耳机向我转。来来来，其实我跟你来，我们来题目是，你刚刚名称里面有动物的地。动物的地名，动物的地名，没有龟山岛，那例子要赶快去办喽。有例句啊，哦，那鹿儿岛，那龟山岛就好难 ，OK， 又可以可以啊。鹿儿岛下龙湾，下龙湾，属鹿不龙蛇马呀，红金虎鹤快，属鱼的龙，属牛的龙，属牛的龙，好，变回来了，那就属鹿，属牛，都可以，反正我最后，很重要，很重要，第一个很重要，要想到。国内外都可以三个字的哦，我地名不多哦。哇，不多啊，我们很多。之前旅游的，可以跟旅游节目，可以跟旅游节目，可以跟旅游节目。我叫你过来念，那你过来，这样就看得到了。好，那两个例句可以先讲啊。你们瞧什么？可以了，40秒，2分钟。鹿儿下龙，够吗？这样我看得熟吗？鹿。这样角度我比较好。港，这我就是港哟。嗯，今天早上去哪里？没看过。然后最后我也想过。是吗？你你爱过？画过了北京。画过了。我觉得你再过一个牌子。岁岁平安。拿到。他真是。妈。你要再做过去一点，这样子这样子。
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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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洞，你的肌肉是用电波煮的，整只，用煮，用电波，用蒸的不是煮，用蒸的，先蒸熟。外锅有外锅三杯水，内锅不用放水，它本来是生的，真的。胡萝卜有，你是生的鸡进去煮，这边蒸哦。啊，这个鸡蒸过了，它也是新方法哦。不想吃就不要放在旁边，没什么感觉，对不对？两包啊，还有一个，陆家嘴不是没有了。
加一点沙士都不出来那个。龙虎塔就是沙士啊。龙虎塔可以啊，你都不知道。龙虎塔连吃饭。不要那么久，九龙城。九龙城寨。国内外。九龙城六。小心动。九龙没有动物。动物。地底要有动物。九龙湾的，看什么？上面用超级厉害的虎牛鱼吗？看起来是一个虎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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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粉鱼，鲑鱼下面那个鲑鱼啊，蛮好吃，这种鲑鱼啊，红红的，狗不理。杨明山，大鹏湾什么什么大鹏湾呢？马尼拉，马德里，现在都讲一个很多啦，鹿港镇，对，很多区啊，虎尾镇，虎尾，哦，不是要干这个吗？我们刚刚在讲虎尾，鹿港虎尾，鱼吃香啊，鱼吃香，真的那么好吃啊？不计时，大家都想出来，对啊，你好。我要找你们的忙，那我就先找。还可以，我们真的比较差了。对啊，我们比较打好久。现在我们看下一个四个字，来就我们四个笑了。好，加油，我们有空，那其他的再看，来，我们准备。有啊，他刚说的。四个字啊，全部是尾香。这么的这些啊，这个男的，中招的，要不要拿东西动漫？我应该在哪里放的？你们夹那个嘛，海鲜煎饼。哇，所有东西，差不多。看老人到了，按错。有啦，这个嘛，最后的哆啦 A 梦。你们那个水饺吃了吗？很久还没，还在冷冻。你小心，森林宝贝这些都是过年什么的。对啊，过年了。那我就做一碗。哎呀，新菜新巧，太经典了，你第一次吃了，就觉得啊，很多啊，这个才卖出去啊。我觉得你杀了是不是？很多嘞。哎，我觉得我好好好，会啦。我们爸妈也要跟一跟嘛，明天对，明天早上。是啊。我不说收尾，都放刚先吃了，他说他也不能收啊。哦，这个没有，那些你刚刚没有冷冻，哎，还没有冷冻，而且我们自己做没有，不能放超过一个礼拜的。对，别应该，应该是，不是很快就煎了。我们冬天零啊，小孩比较多一点，明天还是要煎，还是要煎。你身高差那么多，不要乱讲。我在这给他加什么红萝卜？干什么？没看过，没有题目可以出。这是什么？是出动漫出这样的？年轻人吗？哎，自己做，那个料就好爆了。其实狼一响，行，行，爆，不然呢？怒。因为它有比例啊，从一个一包那个再来米粉，菜市场就有在卖，杂货店就有在卖。哦，它叫再来米粉，对，哇，里面主要是搅拌，搅拌五碗的水，然后放那个切那个白萝卜，你要用爆。玩具家族，玩具世界，要大概快要四斤。四斤那种，白几颗？白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两颗白萝卜。对，四斤。两颗白萝卜可以做出来那么多？对，球。啊，白萝卜要那个油葱啊，油葱酥这是炒红葱，那边有炒虾米啊，炒球王子啊，爆香的，然后那个炒好的那个萝卜酥。哎，那我可以做哎，是可以试看看。东关西炒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以为很难呢。对。台球高手，台球少年，台球高手，台球少年，撞球高手，台球少年，灌篮高手，灌篮高手，那就放电锅，对，台球少年，那个火影忍者，可能你不看，你不知道什么魔法，你要看感觉，要看，要看我做，美国的，美国的，啊，谁教你的？
咒术回战，咒术，咒术回战，就是比较好的咒术回战。我想说，我要被让我那个港式，如果要灭之刃，灭之刃。后来想说，啊，港式就是完全不知道，大肠下去就是港式萝卜糕了，这么简单。什么下去？那香肠啊，大肠，对灭之。是，难道他没有发得到？那个，然后店的人卖的是啊，他是不是真的好？五杯神下地搅那个粉啊，搅那个蒜泥，是不是？他一定要搅到，他是故意吧？我觉得，他是故意的，他根本故意的，他是故意讲错的吧？故意吧？你是大同最多的那个副的那个吗？那个，就是用那个。他们四个都不知道，不是他们讲出前三个吗？他凝固之后，你再把它倒过来。他根本故意的，我觉得，所以他手卡住了。你电锅跳起来了，对啊，你就不要马上去打开它，让它闷差不多半个多小时。超人，然后他蒙对啊，他一下蒙对啊，地球超人，他倒出来，让他对啊。他如果不成功，他就比较水水的。我不会水水，成功吧？美国的，我叫美国的大，美国的大力水手，大力水手，美国的大，那你加油。可以，你赶快吃饭啦！公主，白雪公主，那不是美国吗？很多海绵宝宝啊！很多养日本。冰雪奇缘。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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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国队长，我那天没有事的。数码宝贝，玩偶游戏，还有数码有啊，我看过那些资料，我没有看过。玩偶游戏，网上没有输了啊？没有了，不会啊。没有啦，男生陈一都超爱看动漫的。可能是黑洞。还搞不好有。看到 A 片里面有这种。我跟你讲讲。对对对，打九个，好厉害啊！啊，这里要豆干的，那强啊！什么是豆干？来来来，去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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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豆干呢？什么是？卡通四个字的卡通动漫，加油！你要是卡通、动漫、漫画这些都算。刚不是说过了吗？他两队要各出各的啊。他另一边就没有听。蜡笔小新，另外一边没有听。蜡笔小新，神奇宝贝，这是那可以重复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重复。啊？因为他们没有听到。可以吗？他们在想啊，他们没有你跟迪士尼那么熟。好，那不行，拍好，不行，拍好。耳朵打开来哈，蛮多的，来啊，加油！冷静想想，真的蛮多哈，蛮多。全员四分钟，一共两分钟，准备。蜡笔小新，神奇宝贝，数码。一样的字啊，宝贝出来就好。他也不知道，宝贝出来就好。阿姆太郎，哈利波特，是动漫，是动漫。另外一个是哈利波特，是哈利波特，会，完了，那个，还有什么？玩游戏，他没在看，不能问。玩完全卡住，随便。你们也有这一天玩偶游戏，还在跟我的路上一模一样，真的。快，高，不错，漂亮，漂亮，对。钓鱼，你要起头。哪一个？找到了，有。钓鱼，刚拿的，这边的，这么漂亮，白肉，神雕，神雕，然后侠女，神鬼认证，然后侠女有自动化，神奇，还有美国神奇女侠，大力水手，很大，多，哎，梦，又大，力水，小，李飞刀，小白，
换了一个洞。白让他，我知道那个白瓶，你说别人是你呀、啊，白雪公主啊。好，迪士尼白发魔女吗？这么好吃，不然你肚子会饿哦。白雪包子。白雪公公。白雪公公。白雪公公什么东西？你跟阿妈说你在吃饭很慢。公主。然后他爸爸在讲。他们班全五名都吃很慢。成绩前五名。都吃很慢。所以说妈妈们不会再逼小孩吃坏一点。海洋奇缘。快点啦、啊！可以，可以饭。我要看你吃饭。平常吃慢都被骂、啊。自从学期末发现前五名都吃很慢之后，那算了，不要再逼他了，不要逼他了。吃的快不重要。第一名、第二名都吃超级慢，都是幼稚园都吃的。为什么要吃那么慢？这么慢啊，几个女生都慢啊。爱管我家这。没有，真的慢。他们不讲话，吃饭还是慢。有个麦当劳师傅都生气，然后饭带回家给妈妈看，看你吃多慢，看你吃多慢。日本的日本动漫又多，小美人鱼，宫崎骏哪有小美人鱼啊？对啊，小美人鱼哦。看你吃多少卡了？妈妈，阿妈，我帮你装汤，你都没喝。对，今天就是阿妈说，隔壁班的同学知道，隔壁班。隔壁班，他班是班长。就是村长了，隔壁班，隔壁班都知道你就是村长了。隔壁班换位置，他都知道。哎，刚好一样，就是乌啊。他们三个啊。哦，隔壁班他们最近刚换座位，这里也在。那以前谁谁谁不是住在那边？对啊，隔壁班看过的。他真的去隔壁班。国小运动会上面啊，对，是啊，蛮多的，蛮多的。比如说踢足球。比如说推铅、啊哦，很多了，运动会啦，哦耶，运动上会有的行为，比较喜欢社交，不一定是运动，社交活动，运动，我帮你接，好不好？踢足球，运动，运动，运动，第一个。是这样子哦 ，OK， 全员四十中，他们现在落后七分的，三分，才三分而已，嗯，好来准备，开了，没铅球，不是。讲光光，他根本故意啊！打篮球，打篮球，打棒球，这是干嘛？春卷，春卷是啥？是辣的，吃一口啊！没有吃排球啊，吃一口，这边没有辣，这边没有蘸酱。继续，团，嗯，团，我们接接。接力，啊，好厉害！我没有吃到皮。撑，干跳。小学会用撑杆跳。来，国小运动会。谁国小运动会会撑杆跳？哪有啊？真的假的？没有一家国小运动会撑杆跳啊！这很高难度哎。怎么会啊？只有跳高而已。后来就跳高嘛。打还可以打棒球可以。打手球，啊，打手下去了。还有打。球，打网球，打什么球就没完没了。打篮球，玉球，打，嗯，真的不想出来用。打网球，打小孩，还要打，还要打，但是应该会有打小孩，应该会变了。打屁股，好，慢慢被揍。行为，还有很多。接啊接着跑跑跑，他俩在佛跳墙，跑白对马，很像，是啊，白米啊，你怎么今年没有用那个车啊？因为我买的时候是用塑胶袋，没有装，没有钢，不能碰，没有用那个油油油油油油，这丸子哪里吃啊？没有，用晒了。游泳赛，游起来！你的饭，你的饭，饭，阿妈看你吃，用汤匙啊！啊，出来，会动吗？会动吗？吹大口了，吹气球，吹气球，好厉害啊！讲给他听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妈干了，屁不要屁。我喂口。在旁边，在旁边。这里。坐好，坐好。坐飞镖，按着都没人吃。你吃啊，你吃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射龙门，射龙门是
我们行为吧。射箭赛对吧？枪。直标。枪。直。直。他说那些东西我不相信，我有一东西。我真的丢题。啊，我没有，我就乱讲。这直很难直。我想要粉卷饼。哎呀，可以了。拉拉腿。低垫子，健康操。丢骨碌。我们刚打很多了，没关系。对啊，打很多，打蛮多的。不错，很棒了，哎，十四分。厉害。不要十四，好强哦。很强哟。哇，这个不妙。他没有抓到那个的话就很难，没有抓到打的话就麻烦了。不要打到，好不好？打到就麻烦。来三个来，哇，来，哇，很强哎。他们三个很聪明的，他们三个很聪明，聪明没有，要想不到，要加油。题目是有强，那都是蛮聪明。三个字的国小，对，国小运动会上会有的行为，比如说你们离国小还很近啊，比如说，对不对？还三十几年。比如说推铅球，还有各种，它就可以动词放在前面，动词只要放在前面，然后玩的有。我怪了，实力。全员四十中，很多球。两分钟计时。实力。现在你要判了一个龙冠，有点凶啊，那个实力。篮球打。雨球打。桌。慢一点点凶，你就怕，你就在怕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今个阿廖撩你那打。哪一个？没有。你龙冠很凶，那个有点凶，那一张阿廖撩。手。还有到了棒球。他把它丢掉啊。因为阿妈不凶了。刚刚给我，我以为是脏的，他不要的，脏在看哪？又回收的。你写什么？阿妈好一点。要打你，你敢？阿妈太凶了。打老师啊！打老师。我可以。运动会哦，踢足球啊，踢老师，踢足，有另外一个两个，踢足嘞，你要提示，踢足嘞，踢足嘞，踢足嘞可以啊，跳踢足尾，跳，踢足尾，跳安，跳安，跳神。跳高赛，跳远赛，跳高高不行，举高高，荡秋千，那也是运动会，运动运动运动，你动起来，动起来，还有推推，还有什么推？推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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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学生对推桶机，成熟了啊。运动会过年了，打球，打高空啊，打高空，打球啊，你也知道，打裁判呐，裁判呐，炮，打棒球，对对对，炮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棒球，没有炮，炮，是什么？跑步机，鱼卵的炮，跑跑跑，跑跑跑，跑跑跑，慢跑。跑跑向前跑，跑跑接力赛，接不上，接不到啦，接不起来啦，接吻，接吻，被攻击，接不稳，啊，接不稳，接力赛，接力赛，还有继续，拉，拔萝卜了，拔萝卜应该不行，拔拔河。旁边都来乱了。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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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
是假的，小朋友撑杆跳。三级跳，三级跳。以前有运动班的，对，就会有啦。三级跳打麻将。刚刚谁说吹筒？吹筒是谁啊？打垒球啊。打垒球，垒球，你来一个。扶垒球啊，垒球没有。台球没想到。打还有，还打还有，哎，还有和球哎，打和球啊，和球，还有打手球啊，打手。我刚刚有讲，刚刚有讲。很轻快，快！没有，没错。手球跟球像，不是跟足球像，手球跟足球比较像，足球就是用手玩的足球。也要射门，要射门。有机会，第四回合，可惜要差一点。来，请您几个字，四个字，四个字。好，你们三个，加一个，我下，我下。为什么？四个人谁？戴耳机。没有。接下我转，你先出手。那是什么？你把你十八块的八块的，但全部要带回家是谁出手？那根从哪里掉出来的？椅子上面。戴耳机，戴耳机。不好意思。来啊，我们来。有字哦。题目是谈神或鬼的词汇，哇，很多。你会不会有神或是鬼的词汇？一定是词汇。我也是这样。有神或是鬼的词汇，好不好？很简单吧。我始终如一的。快点，快点，我好不好？不错，就是一个两个字到要几个字啊？到四个字。词汇这里没有限制字数。有啦，应该是有四个字啊，四个字。好了，准备了，全员出声，两分钟。哦，四个字。会，对啊，毁灭之刃就是一个。神，人神共愤。会，大，这是成语哦，不就是成语哦？你刚好可以。还是穿。齐三。会，人神共愤。齐，神鬼齐行。神鬼齐行。齐，神鬼齐行。神鬼齐行不知道。齐行，漂亮。神肉。看小猪猜题，又气又好笑。我觉得你看你也会哦，因为现在都是那刚是成语，所以你也可以练习。他故意的吧？解法放什么东西？这年轻人实力让小猪很不满。哎呀，要不要？是，是的。啊，一题是，一题不用。不能这个跟你，那我先会通给你。来，我要拍手。哈哈哈哈哈。会，穿完了。齐。这点会，这点一招一招。齐。这什么？这个齐。什么？美酒，美酒，美酒，漂亮。真，把我这里最难哎。不要聊天。哦，大家怎么样呢？大家怎么样呢？不要。没有美酒。没有美酒，这美酒。没酒，你是人鬼，人鬼，我那个酒味很重，没酒了，没酒，没酒，你别点了，你还好，人鬼，都到了，到了，新年快乐，好，新年好，帮我妈新年快乐，卢先生，你也有一杯，没酒了，这个，拿酒啊，拿酒，没酒了，这个，拿酒了，这个给你，拿酒，拿酒，拿这个了，好，新年快乐，拍张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家拍。你坐好，你小心啊！你小心啊！你小心啊！奇，没有，那公开。神奇宝宝贝，可以吗？耶！好，来很多啊，很多。不掉。力，骨折。神力，巧的。他的对，我万一厉害。这你们嘴有没有高？万一很会喝。会有吗？没有，不会喝啊。没有，没有，三瓶高粱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神鬼，神鬼系列。正，你不要再压桌子了，哇，就是这个，不是，那个是亮的吗？是在七零杠一零上，就想上下那个房客上，这什么？美酒，刚下的房客，米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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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那我这是梅子酒，这是梅子，啊，这个是李子哦，这是李子酒，我跟你喝一个，米酒。六神是什么梨呀？红巴利，等下我没有红肉，人家买真的，这个红肉李子的味道哎，
新人你没有什么酒味，有哎，新人一种味吧，哦，你真的很不能喝酒，再一点点，有。有，小时候也五十几了，对不对？卖你要安好，美红哥也对对对对。对到这里。五鬼搬运，用酒啊，用红酒啊，用红酒，李子啊，用五鬼搬运，不用讲红酒。很厉害，里面这么大颗嘞。我们也一样有啊，我们有一颗放在里面，好几颗嘞，满满的。哎，那个是哦，红肉你一般捧着，太亮了。酿的啊，南部的那个房客酿的啊，爸爸等级豆好一点，那个房客这边把它吃一吃了，这盘可以收掉。还有，好像还可以，还有心吗？还有心吗？这样把它吃掉，这盘就可以收掉。这样子，哦，你那边有人叫我，我在啊，那个什么，几家阿妈力啊，满满的，你就是长这样。给他变好了，福财神。我们应该要报给爸爸。我们正在说，哎，哎，啊，不算了，哈哈，不算了。同样的都可以放很久，越来越好。不要碰到水，不要碰到水，你还不到一点。看我们可怜还不给我们。不要碰到水都可以放很久，久的东西。那么难念，低价的。哈哈哈哈哈。谢谢谢谢。爱集体，鬼迷心窍。第一了，第一了。来另外那种。好，四十比三十，他们答十而不难。他们应该。他们很简单哎。张不行可能比较辛苦。对啊。来叫他们，叫他们。对，有问题。来，先看题目。我教你点歌，我想讲懵的。神或鬼的词汇，真的有鬼的词汇。我们到什么一只鸡都熟了，那个也会熟哎，你懂吗？里面有简单的，可以吧？以前这样，以前有一次，我第一个这样，樱花脸那个故障。现在第一个。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好吃？我们做什么都很好吃哎。东西什么东西啊？那个豆腐才进来呀，那你是那个炒牛肉吗？还在外面卖的。我等下我点三亚锅啊，这个怎么那么好吃？可以啦，加油！下酒，可以这样子啊。嗯，我是下酒。可以，你小心啊。啊，你不吃了呀？你还在那边玩呢？两分钟，两分钟。人，现在在干活，对吧？你现在还没把豆压力塞，作业都没有。猪，作业都还没写。神鬼，神鬼，猪猪。没有，我们有。啊，我个花再加一嘴，再加一嘴，安尼啊。你把它放下。我那个摇盐汤，你懂吗？鬼孽，鬼孽。你倒我来教你嘛。你就直接，你倒来帮我来教老板。神，可能就食了啊。鬼，船。神，神，鬼。还有，你好，还有，还有神鬼传奇，神鬼奇谭，神鬼传奇，还有我们的电影名字，全部都是神鬼。那个点点了两分钟，他迪士尼都是叉叉曲，神鬼家，不然叉叉总动员。神，鬼，鬼，鬼，只会神，只会神跟鬼，神鬼那个装神弄鬼，鬼鬼鬼，六神无主，对啊，等我一下。鬼搬运，鬼娃新娘，还有只虾子谁啊？小虾子，把它夹掉，奥这盘征收。来来，头头在小龙们，我们不是呢？啊，不是，好像没了吧？虎狼没有了，哇，现在都是姐姐。对，因为我刚把隔壁盘的也装过来，对啊，那没了。鬼哭羊头，啊，没了。鬼哭神头。哎，那汤就可以弄进来了。没有水了。啊，我先把那个汤，汤可以分到中间，喝汤吗？不会啊。那个。对，反正你吃啊。卡住，好吃的一个。多少钱？哦。那这样放得下吗？好，可以。神雕侠侣。无所不在。不是手，
手手指手到，还有嘞，眼神缭乱，眼神缭乱，客舟啊，客舟，客舟什么？客舟求见，客舟求见，客舟求见。OK 好，念客比较好。眼，可以吗？东奔西，你要不要吃啊？你要不要吃这个？东奔西跑是真鲜。真鲜。东城西酒，东西。哎，那你不是说有那个好鲜肉吃？对，叫神机妙算。那什么算？神鬼呐？神鬼用啊？还没碰过这个鸡。永春市场，然后他就看到那个企鹅造型的，企鹅怎么样？啊，做企鹅的样子没有？一般啊。我拿来吃，那个。然后你点很久了，真的，一学期很多。鬼迷心窍。啊，所以你还要认识啊，排位。因为他的孙女是小他一岁。有看过的，看过。又神无。他念幼稚园，我带他去前念幼稚园之前带他去买菜，后面就认识了。卖鸡肉，卖菜，卖菜，卖个雪山啊！你阿妈个雪梅，美美认识你，没想到，美美之前碰到你一次也是认识。我这边的美美，对啊，你是拢发来叫你买啊？送完了，送到我来会买回去。美美，你是拢是小客叫你买？没有啊，有时候送完了我们会去买。我先去帮忙，把你搞定。有啊，还有点名说点名。会问。哈哈哈哈哈。你妹妹点名说。他们还没休息。他吃我家啦。哈哈哈哈哈。哦，好味。现在都在家吃啊。我懒得走出去呢。吃习惯了就懒得再走。直接说。应该有两年没买了。他是好几年，好几年没去了。他说：“你姐姐是不是班长？”很帅啊！那都不来，我们家里。那是我男朋友是扯铃的。哎呦，不，那不用大林子嘛，只可以在三林子，我们嘛不容易。如果他没有时候没到我存在的时候，我就是走去 seven 买，我懒得再走去。还是 seven 比较近，比较近。对啊，我近他，比较近啊 ，seven 比较近啊 ，seven 比较近。对啊，我们当然就是30秒跟一分钟的差别而已啊。人家说两个要比，当然是谁本还是近一点的、啊。那这样子，难聊这一段就。有啊，要跟你讲话。那现在不是搞，有哪些一起聊啊？你随便念什么，念成语。准备，奶奶。还有啊，有水当吃无水之苦。哦。有话吗？有没有？有谁知盘中餐？这里他们所说过的资料要再学懂。他背过啊，他会唱嘞。他就无聊。他4岁逛逛逛，你中麦哥记不记得？除了日当午，然后呢？哦。日当午吗？是个物品吗？不是，这个好看。西子怎么来？继续问啊。西子，西子，西。不是这种状态吗？不是，他就是不会问的。他说第一名，方便。今年好幸福啊！为什么？方便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是这地方吗？是地方。赶快来给他。咦，买礼物给他。第一名少被骂人。是台湾。是地方。来到爸爸这里。是。是。边讲边讲，嘿。要是无语。西瓜树，西瓜，写错了吧？写错了吧？那你后来，他现在就不好骗，现在差20公分吧？然后有尺啊，是物品吗？就一个肚脐，我们都有三个哎，然后就在一直现在，现在还有一点点，然后我就说，年兽在那里，妈当然也要哭。幼稚园看 OK 了，对啊，现在不好骗。对啊，有时候在笑我，人同学你那呢？你安尼无？你转来咧甲我讲啊，讲你去问他，叫他问你妈妈。为什么我没有？为什么他没有？他才奇怪。为什么你没有？正常，你才是正常。普托，普托，是不是？哈哈哈哈哈！铁板面，铁板面，对对。你有遇过吗？超好笑，还到一个。你有遇到？遇到当然没有。没有。哈哈哈哈哈！
他有去面试的时候，眼睛突然摸了一下，说好可爱。荒唐。年纪比你大。那个是吃了吗？他可能没看过。这下真的是主播，这下真的是主播。一模一样哎。那个注意一模一样。面试就这样。对啊。他刚刚就说出主播什么，当然没有录取啊。没有。哪一家？面试。没有。家里有吗？没有。那个时候以前可能要处理掉，还是宠物？不知道处理哪一个。不是这么小，把它割掉。不是，还是宠物。两个都有，但是一个。没有。阿妈就说，把阿姨天生自然的。就不要去破坏感情。对啊，女生的话再说。固定的，因为两个都有。我都不知道，我这人一个没有骨头。会笑死。因为他两个都有，我不知道。炫，小学都是人说曹某有的跟你一样。对啊，曹某不是啊，曹某那个蔡依蔡依杰啊。蔡依杰是啊，我看他有时候跳舞。但他毕竟他很大哦。对，他两只分很开哦。他好像是螃蟹那个。他像是螃蟹的全职一样。那曹某他不是蚱蜢啊，蚱蜢，曹某蚱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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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常常会发声，我常常会发声，香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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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聚光，是米酒聚光，聚光，你海鲜的东西哦，你要都要加一点点米酒才会去腥，去腥而提味。你们那为什么要给一个字呢？完全不是个是浪费，是节目吗？不是啊，对，是节目。对，是一只有什么？光真的是主光原地哦，是一只做到大腿。节目的名称都不是，他要问几次？哎呀，就说对了。是你吗？不是郑国成吗？不是，我那很熟。万人迷我。剧，节目还在吗？在。还在演吗？后天你们要回娘家啦。假日播，平日播。啊，你哥他们是要回娘家啊？对，他今天明天就要回了。他们都是初一晚上。初一晚上。很豪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三个字，豪华的。好听啊，对。我们还有一个。君母鸡啊。鸡没有，我常常回你妈妈的他们家的，不用他们，你们哥哥赢的。不是，那我们我爸说一个月一次一两次，是物品吗？手办嘛，是物品。三十秒，是物品。他们还住在新店吗？还住在租就租那个一样。要用到电吗？用到那个要重建的地方。举用举。要拆了，要拆了。确定吗？确定要再拆了，一楼全都搬走了。七七年后预估七年后才六七年。人家自己地方重建，建设那个生阳建设。啊，上次就听你爸爸在讲的啊。这是真的，这是已经在拆了。肩膀上次对啊，你看人家这么小的家庭，对啊，爸爸在。在讲说，这是阳建设要盖，说一平一平，说一平要多少？啊，不行，我按了一下。于炳燕是不是整形啊？你长得不一样。生物品哪里啊？于炳燕啊，差不多一样，差不多了。我觉得他有去拉皮。是他，他的脸很崩，好崩。没有啊，有脸，他的脸崩的笑不起来，笑不起来，笑不起来。不是，我说他有去整啊。嗯。现在你说的来，女生都蛮丑。然后我就说，我妈说，哎，我没有高兴。然后她说，爽是啊，爽是啊。哎，你拜好，你哥就可以回来住啊，就不用去住房子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我妈觉得她还要再七年。预计是七年了，反正有一点，搞不好会更快，有一点。哇什么哇？今天才，今天晚上才聊。
你怎么会见到筋膜枪是什么？打，这是打的。大机啊！那个面积太大，太大了，大了要四栋啊！哎呀，一天往金端嘞。震动的按摩枪啊！那个时候大概我也去做过啊。筋膜机真的很大，那筋膜机。哎呦，那间厝先去的时阵就遇到一次大地震了。70年的时候，69还没有啊，921的时候在盖的中间就有一次地震，我刚好去找阿嬷。你说我们那栋在盖的时候，去找阿嬷，那个时候二楼起来那种矮的地下室，刚好一个地震。他有时候脑力想到跟讲的，我们上来看那个马路裂了，对，裂了，哪一个地震？那次的地震不知道。69阿嬷都还在啊。70我们那时候住临街啊，有了，快点，有了，那马路那个巷子都有裂痕那种，数分的，数分的土，慰问很重要，嗯，在那栋房子是多灾多难，普通难，他盖的太快了。太快盖，那就是乱盖，还要去什么盖道？还要盖道里面有什么重点？我们以前小时候去找阿妈，工地都是在哪里？老公妈是什么工地？不是我才是原来你怎么给你干嘛？我印象中去过几个工地啊，工地好，就是周末去找阿公阿妈都是去工地啊。有的是在哪里啊？有个新店啊，有个在木栅啊，木栅就是林立啊，三个是哪个东西啊？好几个工地的，不是知道吗？是那个知道。那个中华商场那个有一个福星国小，有没有？福星国小啊，那个校长，福星是。你说那时候是爸爸妈妈帮你背账吗？你祖坟五级嘛，他背。一个字，那时候我们还，哎，我们还不知道，我们是在那边的。你爸爸在看啦，爸爸在看三弟啦，你阿妈阿公也在看。你过来这边呐？我现在也笨。不要，你赶快吃完啊，你要吃水果啊。那天问我说阿公的阿公是谁？这男的，他很想看。他想看。有啊，阿公的跟我一块拿。阿公的阿公。太宗。不是，你突然知道那叫太宗？阿公的，不是公的。是，你刚才是阿公吗？眼睛都亮。你说你的太宗，你说你的太宗吗？不是，我是说阿公的。我们家的第一代，来台湾第一代是卢占良，地名卢占良，为什么当时没有张立通给告白？卢占良啊，第一代，情绪不会也懒得告白啊。今天有，我都记得。有啊，每一个人都会有，我都没有写在里面。然后他说他有没有被写在里面？说你，有没有写？你讲快做就是你刚用那样做人啊，你看。录影带啊，录影带照片啊。太做嘞，太做。太做是照片嘛，看到我录影带。太做跟录影带太难了。太做，刚刚你爸爸有看到了。爸爸有看过。干嘛那么近啊？大叔叔没印象。大叔叔那时候刚出生。大叔叔那时候刚出生，刚出生没有印象。爸爸有印象。你看过吗？对，阿妈拿的是你。快点回来！有啊，告白，对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很暧昧。哇，这什么？三个字。可有过？大哥他。姐姐没有。大回头。大回头。大回头。有没有？行为不对，物品不是，用的不是，食物是，食物是，一个字一个字，热的对，有汤吗？有汤，什么汤？玉米浓汤。什么汤？什么汤？龟汤，龟汤。虾子你都不知道，龟大龟汤的。我好高吧？对，他肚皮都垂出来了。吃水果。你都唔该，我都唔该。又是我家的，又是哥哥，是媳妇。日本人，这你下次不要日本人。大谷翔平。大谷翔平，随便猜，随便中。
大米香饼。做有点难，一起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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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吃呀，一起喝，状态不是人名，不是用品，对，用品用对，男生用，可以一个字啊，来，你们还有什么牌？腰用品，腰约的腰，对，邀约的腰，腰邀请函，啊对。巴黎，是欧洲里面都是。新来，可以多注意吗？注意，点对，来一个比较好。第一个，柏林，柏林，还有。柏林，这是对不对？漂亮，快乐。德云不错，德云，你康复了。哇天啊！有那么难吗？吃药，难吃药。七号，对，太对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不是是什么？地名？不是。人名？不是。好，然后演员？不是。剧名？不是。你们还有一张牌哦。可以一个字好了。来。青应该给平吧。青山的青，青苹果乐园。哇，厉害！哎，对，今天那小虎队呢？怎么样？吃用的不是吃的，你念念几遍就知道了。最好念几遍就会知道，念，答案就出来了。你已经看到答案才会决定你是不是。是的，像日文，那边我们什么人吗？什么人吗？人名啊。什么人啊？山东强就可以了。山东强，山东强，德士人，是老次人，山东强，是小人，山东强，太强了。王牌又是刚刚好，王牌，好强哦，四十万。九到十九，有八分钟。小时候他会问的，嗯，是不是？你妈，他只问不解答，只问不解答。刚才去吧，不乱讲，不乱讲，自己红包。好来，好来，我为什么八分不行呢？不要。对啊，八分我可能比较不容易输。应该要九分，因为至少有六。对，让他们下一轮搞不好也。对了，但是你要弄八分都不容易啊。对，八分就 OK 了。刚才说示范的问，我就刚是唯一在玩吗？嗯，很厉害。好强。他们反正什么都有没有？是不是日本人啊？对。那个这些问题，注意不好是个人名的话，是就一定是日本人啊，叫成语啊，对不对？对呀，那叫我就完蛋了。三三六五，另外叫什么？另外，大鼓相比简单了，对不对？所有节奏五分钟，准备，来吧。三个字，两个字，三个字，是吗？不是，人名吗？不是，用品吗？用品，男生用的吗？什么杯？对不对？不是杯。棒的，怎么棒的？男生用的什么棒？女生用的，哦，讲的什么开心？男生用女生的，男生用女生的，男的，好厉害哦！方法快，哇，快，拜拜，不是，用的吗？拜拜，不是，用状态吗？状态，来第一个字。冰棒是状态吗？当兵的冰牛。冰一直叫床，一直叫床。
谁说的是教草？老教很辛苦。水果先吃啊！你说有没有可能说是？那怎么啊？橘子啊！你怎么讲？你看，你讲的真好，真好，我开心。昨天才发现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才拿出来，他就一直叫好。一只一只叫吧，一只叫，一只叫，一只，一只叫，可以了。哎，那人家暂停了。有暂停，对。谢谢。还是状态。我也想吃。是形容词。不是。是日本人吧？不是，是一个建筑物。建筑物。大力。建筑物。建筑物吗？哪个会用到？我不要皮了，要碗要不要？应该都没有了。男生用的。